叫龙城，有福之州，终于殿堂欲将新鲜血液吸收，大义精诚，止于至善，指引所有医护公开疫情治乱，度过高考即将立冠，开始期待扬名立万，中医文化中华瑰宝，本草纲目记录征兆，聚集你的目光，快来赴中医为你献上。还有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最早开创，当你医德和医术相互融合，惨案精湛论是功名利禄不断端正保清淡，当我踏上学艺路修前辈们的激励，天鹅在宋词苦力，我在湖边背着风气时辰原藏百草，孔雀开屏知春晓，岐山脚下花园校园做中医的知更鸟，太子森六神曲还金沙陈皮，福建到底药材全是五千年的神奇，河洛的文化为这瑰宝天上一点苟且，关东古今，手中手心，愿意传承永无终点。